前部已经被打得向哲伦涅方向溃逃了，抓住铁木真没有？正在清点俘虏，走。 太师乌部首领塔里胡台为大家准备了一道非常名贵的菜，前面这些大锅，大家都看到了吧？是主权羊的大锅吧？不是主权人的。俘虏之中有七十个赤纳斯男子，他们本来是我太师乌部的一个士族。 后来又归附了你扎木合首领，最后又投靠了铁木真。汉人在秦汉时期有铁鼎之刑，处罚重犯。可是我们没有铁鼎，但是我们有七十口行军的大铁锅。将这些反复无常的小人活活的给我煮熟了，以助酒兴，逮人！ 扎木合就是要对这些背盟之人给予这样的惩处，看谁以后还敢背叛我，去投靠铁木真。当然了，在座的都是永不分离的盟友，大家不必看了，这些人肉下锅还要煮一会儿，我们边喝边等。这可是最纯的马奶酒。 是我打仗勇敢，赏了我一只羊羔。你快拿走！首领，蒙利克和朱志台带着他们的人去投奔铁木真去了。什么？他们还敢背叛我？ 把他们全抓回来，放到锅里煮了。13亿人全都散了，光靠我们自己，怕是抓不回来他们吧。嗯，撤，撤。
我把你们立刻父亲扶起来。莫里克父亲，朱赤台叔叔，你们快快请起。你们是在我战败逃亡的时候来投奔我的，分担的只能是重新振作的辛苦和忧愁。我十分感谢你们的到来，我要设宴款待二位长辈。别的古泰，在，你去召集各部首领。好。 二位长辈，请。啊，阿三儿，在，把令下去，各部落围成捕猎营。哥哥，我们刚刚打了败仗，扎木合很可能派人追杀我们，我们还大摆宴席，好吗？就是因为刚刚打了败仗，才要稳定军心，鼓舞士气。铁木真说的对，宴会要隆重红火。 加强戒备就是了。你们两队哨兵要放马出去40里隐藏起来，遇有可疑情况快马报告给我。不到万不得已，不可扰乱了可汗的宴会。是。 可汗旨意，由我二人主持宴席，望诸位各安其位，请可汗至住就此。今天，由于蒙历克和朱赤台两位长辈的归来，蒙古乞颜部。 瞧不起我，给我们倒半碗马奶酒，这是谁的意思？我看你还敢打死你个小奴才！哼，我看你还敢不敢？啊，额帝真非沈墨，何必跟一个奴隶一般见识呢？明珠放在暗处也会闪光。 您高贵的身份是谁也不会忘记的，博尔爹，给额里真妃神母斟酒。起来吧。哟，让可汗的大妃给我倒酒，我怎么当得起？ 您是先可汗的大妃，您自然当得起了。别的古台，在，你是宴会的主持人，难道只会看一个人的脸色吗？可汗，到各处看看，我的臣民们是不是像这里的气氛一样？
欢乐喜庆。是。等一等，我也去。什么人？站住！布里伯克，和他进来。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来这里随便转转，转转。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？什么也没有，没有。把手伸出来，把两个手都伸出来。马嚼子。从哪儿弄来的？是萨沙别吉收领的。萨沙别吉，他让你备马了吗？是，是让我备马的。还不快走！就走。慢着。给萨沙别吉备马，怎么从可汗的骨裂眼里出来了？把马嚼子给我看看。滚！好，滚滚滚！不行！你这个贼，去见可汗！别的骨台。不要欺人太甚！什么？我欺人太甚？去见可汗，让各部的首领去评一评，他到底是不是贼？走！站住！放开我！你敢跟我动刀？别了骨台，别了骨台，怎么回事？别声张，小心把事情闹大了。回去见可汗。住。回可汗。各骨裂眼里的宴会热烈红火，回可汗，整个营地内外并无异常。别的骨台，你的手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怎么流血了？别的骨台，你是否曾经与人格斗？没有。你什么本事都学会了，就是没学会撒谎。是曾经有过格斗。同谁？为什么？一件小事，可汗不必过问了。不，你说，一定要说出来。可汗，刚才朱尔齐萨沙别起的纳克尔和达基带偷了可汗的金马嚼子，被别了古台抓住，而布里伯阔袒护了罪犯，想放走和达基带。别了古台同布里伯阔相持不下，布里伯阔赶上了别了古台。我平生最恨偷盗者，你们吃、穿、用都是从哪里来的？是辛勤的劳作和战场上的俘获，不是流血就是流汗。而偷盗者既不流血也不流汗，轻易地将别人的血汗占为己有。对这类黄鼠狼乌鸦，只有一个处置的办法：杀。还有。我也最恨那些做假证的人，因为他会掩盖罪恶，混淆视听。铁木真，天不早了，散了吧。不，把那个贼人抓起来，把布里伯阔给我拿下。是。我以为可汗真的是开庆贺喜宴，原来是想报复朱尔弃人而设的陷阱。布里伯阔，走。站住！你偏袒罪犯，与贼人同罪。你给别人当可汗吧，我不伺候你了。把萨沙别起给我拿下。是。
鸡蛋在哪儿？我要杀了这匹害群之马。你算了吧，铁木真不会放过我们的，我们要赶紧走。弟兄们，走。哎，我母亲呢？我母亲呢？哎，我母亲呢？放开我！该死的铁木真，你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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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卓尔契人全都叛逃了。我只知道我们的首领带领全族人转移了牧场，你敢顶撞我？萨扎别奇派你来干什么？要求可汗放回额里真妃。是恳求还是哀求啊？不，我的首领说是要求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木华黎。你是萨扎别奇的什么人？门户奴隶。你一个门户奴隶，你敢跟可汗这么讲话？我是萨扎别奇的门户奴隶，不是可汗的门户奴隶。好样的！木华黎，不要回去了，做我的纳克怎么样？怎么，你真的以为我铁木真不如你的主人萨扎别奇？我木华黎十分敬仰可汗，可我不能不忠实于我的主人，我现在还是他的奴隶。嗯，热了面，在，把他带下去，好好款待。是，请。苏不台、吴未来，带，传各部首领大帐议事。是。酒真不是好东西，嗜酒者昏，酒能乱性，不分人之善恶。可汗嗜酒，可汗会失体统；将领们嗜酒，将领会失职；兵士们嗜酒，兵士们会做坏事。往后不许喝酒了。啊，戒酒？这不喝酒怎么行？这马奶酒可是好东西啊，能强身治病。可汗，你不能因为马撂个蹶子就把马全杀了吧？如果不完全戒掉，那就一个月饮三次吧。可汗，十次怎么样？两次或一次更好，能不饮最好。那还是别了，还是一个月三次吧。可汗，得卓尔契人该怎么办？忍耐吧。忍耐？对撂蹶子的马就得用鞭子抽，对叛逃的卓尔契人只能惩罚。可汗，你曾经说过，对以往的叛离者，你可以既往不咎。如果以后再出现类似的不忠，你将使用马刀和苏鲁定长枪。现在是把灾难加在卓尔契人头上的时候了。不可。蒙可汗不弃，设宴欢迎我们归来。新朋友值得欢迎，旧朋友也不应该轻易抛弃。何况卓尔契人是和不勒汗长子贵族，可汗更该大度包容。蒙里克说的对啊，我们刚刚和十三亿敌人打过交道，不可以再增加更大的敌人了。如果我们及早下手，他们就是一堆死尸，永远成不了敌人。就是。不见得吧，据我所知，卓尔契人在先可汗时期在蒙古各族中是有胆量、能征战、剑法高强的人，在他们成为死尸之前，我们也将会有不少人倒下。霍尔赤，你害怕了吗？我害怕？哼，我是害怕可汗因为自相残杀，让扎木合有机可乘。不要再争了，霍尔赤，你把额里真妃送回卓尔契的古烈岩吧。韩兄，不要在意了。霍尔赤，执行吧。是。慢，萨扎别奇首领有令，外人不准入内。母亲，母亲，你受惊了。我受惊？谁敢惊吓我？我是先可汗的大妃，他铁木真算什么东西？
四方的可汗，羊戴上了帽子就可以装人了吗？我会怕他？哼！这个额里珍妃太过分了，不去管他，先把自己的翅膀长硬，以后什么样的风暴都挡不住我们。宫女真文，请大国使臣代为转达，可以吗？愿为可汗效劳。啊，大金国丞相完颜襄致意蒙古可汗铁木真，我大金国江山万里，八方来朝，为北方之和达金，山之昆布，不听约束，举兵反叛，皇帝兴师征讨，叛敌惨败而国军回师，不料塔塔尔之首领灭兀真效力图见礼而忘义，竟中途袭击我军，掠夺财物牛羊不算，皇帝震怒，兴兵问罪，筹虏向西逃窜，至大金边墙松树寨、枫树寨龟缩顽抗，皇上得知铁木真称韩漠北，兵精马壮，特派你率部进击，成功有赏，军败有罪，望自珍重。大金国丞相完颜襄手书，承安元年秋。上国使臣一路上鞍马劳顿，请先歇息歇息。这件事非同小可，容我与诸将领从长计议，请。都说说怎么打发这两个金国使臣呢？当年金熙宗把我们蒙古的安巴海汗活活的钉死在木驴上，现在冤冤相报，把完颜丞相的使者也活活的钉死在木驴之上。对，钉在木驴上。哥哥，我们这次出使蒙古，一定是凶多吉少啊！听天由命吧。铁木真又不是傻子，他一定看出了朝廷是想让草原诸部相互残杀，那样我们就完蛋了。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我看至少是个恩仇必报的人。如果他向女真人讨婚血债而送了我们两个契丹人的命，是不是太不值得了？我看事情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。也许我们可以去打这一仗。什么？塔塔尔人不过是金朝的一条狗，主人打狗有我们什么事儿？是啊，是啊，金朝塔塔尔人都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人，让他们自己去打吧，我们坐山观虎斗。霍尔赤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有什么想法说吧。出兵攻打灭兀真效力图。你胡说，你不是起言部的人，金国杀的不是你的可汗，把他钉在木驴上。哎，你们冲他吵什么？他只不过顺着可汗的意思随便说说，为的是早一点讨及他那30个老婆啊。
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母亲。铁木真，你要奉金国人的旨意，打塔塔尔人。是，我有这个意思。你忘了金国人是什么人了？你要认贼作父吗？母亲，金国使臣。跪下。朝着布尔汗山，朝着你发过誓的长生天，朝着安巴海汗和沃钦巴尔汗的在天之灵，你跪下！铁木真，快跪下，别让母亲生气。你向他们忏悔吧。伟大的布尔汗山，永恒的长生天，被金国钉在木犁上惨死的两位先蒙古可汗，我是铁木真。我从降生的那一刻起，就担负起报父祖之仇、打败金国的重任。对此，我历经磨难，此志不移。只是由于我的羽毛还没丰满，草原上的部落还分崩离析，这个志向至今没能实现。金国是我最主要的、最强大的仇敌，一直豢养着草原上的两条恶狗——蔑尔乞人和塔塔尔人。他们是我屡次打败，又屡次在金国的喂养下恢复元气再来咬人的两条恶狗。这一次，我可以不受金国的牵制，打败塔塔尔人这个杀我父亲的仇人了。望你们保佑我，铁木真。母亲，刚才别的古台说我们不出兵，看着金朝打塔塔尔人，说这是坐山观虎斗。对。这么说，你也承认金朝和塔塔尔人都是老虎？可是你愿意面前有一只老虎，还是同时出现两只老虎？母亲，我们可以暂时利用与金朝的联合，先消灭塔塔尔人。母亲是老。先长出的头发不如胡子长久，先长出的耳朵不如犄角坚硬。波尔铁，以后我们再不管铁木真的事了。母亲，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吧。母亲，母亲。阿萨尔博尔术折了面，在。你们马上出使黑林，请我父亲的安达托沃林汗领兵到乌勒扎河上游与我会合。是。达里泰蒙利克胡尔赤，在。你们去卓尔契影帝说服萨查别起与我们共同对敌。萨查别起，五年来他和我们拒绝交往，这次能来吗？你是怕他不来吗？塔塔尔人不仅害死了我的父亲，也害死了我们共同的先可汗安巴海汗和萨查别奇的父亲沃钦巴尔汗，也许他们能以复仇的大义为重，同我们言归于好。好吧，其余各位首领跟我去宴请金国使臣。哎，不要把脸拉这么长嘛，我是让你们去喝酒，又不是去服毒。铁木真，铁木真，母亲不见了。去哪儿了？去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一会儿功夫就不见了。布尔汗山，耶稣盖，你离开我们已经25年了。在这25年里，我含辛茹苦地抚养着铁木真他们6个儿女。现在他们都长大，铁木真还成了乞颜部的可汗，我没有辜负你。现在我老了，头发白了，我俩在天上见面的日子不远了，耶稣盖。母亲，如果您不愿意让我去松树堡，我回绝金国使者就是了。您千万不要哭坏了身子。铁木真，你已经长成一个比你父亲还坚强、比你父亲还有见识的勇士。
我心里高兴，想告诉你父亲。我看萨查别起不会再来了。快上马，快上马，别克扯人，趁着北边空虚，你保护扎里布河，快点逃走。叔叔，我们一起走吧。不行，铁木真来了。当年你用毒酒害死了他父亲，他来报仇了。那你更应该走啊。你看看他的人马无边无沿，如果我们全速撤退，就会被铁木真的铁骑踏成肉泥。你带着大部分人马赶快撤走。那您呢？我在这里等他。叔叔，你要记住，金国是靠不住的，我们和蒙古人之间的仇恨又加了一层，这两笔账就靠你来清算了。走，撤！就是害死仙可汗安巴海的灭无真效力图吗？是。我的父亲也速该也是你害死的。这么说你是铁木真了？不错。想不到你也投靠了金国。你既然当了金国的鹰犬，就不配杀我。到了现在你还想活吗？从我决定留守营地，我就没打算活。你还挺有骨气。把刀给他。没有反抗，
他还算得上是条汉子。父亲，叔叔，我们走吧。塔塔尔，晚了。不会的，我扎林不和会用铁木真的血来偿还这笔债的。父亲，快上路吧。可汗，请起，请坐吧。这次波斡林汗、铁木真可汗遵奉天命，联兵败敌，击毙贼酋，灭兀真孝礼图，大获全胜，劳苦功高，可喜可贺呀！啊，哪里，这次马到成功完全靠完颜丞相的神机妙算和天朝的军威，如果说有功劳和建树，那也全应归功于托沃林富汗鼎力相助啊。啊，铁木真汗过谦了，二位有功于皇上，一定要论功行赏。只是国都路远，在下尚未及奏明朝廷，以在下的权限暂封托沃林可汗为王。感谢丞相提携，愿主保佑你。至于铁木真嘛，功高反倒难封啊，须待奏明皇上再加封号，暂时可封为扎乌提胡里，也就是统帅各部的首领。希望你能统帅草原各部兵马，为我大金国镇守北部边陲。铁木真一定不负朝廷的重望。这不公平，灭兀真孝礼图是我们除掉的，为什么图乌林汗成了王汗，而我们的可汗却给封了个什么扎乌提胡里？草原各部的统帅权力还不小嘛。哎，别自欺欺人了，王爷是朝廷最高的封赏，扎乌提胡里算个什么？就是啊，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套了一匹野马，还让信耶稣的托沃林汗备好了案子骑走了。草原各部的统帅也好，有了这个名义，可汗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鞭打那些不服统帅的傲慢的畜生，在草原上称雄嘛。啊，称雄草原要靠我们自己兵强马壮。对，就是哎，博尔术说的最有道理。我们没有自己的力量，拿着这个狗屁扎乌提胡里让大家服从你的统帅，这不是让人家抽自己的屁股吗？可汗，营门外有个自称金国的特使人要面见可汗。哦，让他进来。他说要单独面见可汗。好吧。你们不要争了，还是请大家回去美美的睡上一觉，也许你们就会想起来当初我们为什么帮助金国人去打塔塔尔人了。不用睡觉就能想起来怎么回事吧？对呀，要伤其一虎，管他什么封赏不封赏呢。啊，对，等我们攒足了力气打另一只老虎的时候，这个完颜祥老公羊想当个百夫长也要看我们可汗有没有喝好茶。